美人，你做乜啊大王？你冇事啊嘛？冇事。哇，好彩平时寡人练惯速谷，训练有素，总算嚟得及时。好彩大王冇事咋，四神妾啊！点解喺度摆晒啲花盆杂物？万一绊到美人咁啊，大件事啦！翠竹，点解个冇手尾唔执翻好啲嘢佢？咁嘅，神妾希望喺度栽种菊花。 好等将来可以同大王一齐观赏，但系神妾冇谂到呢度个地方竟然如此狭窄，头先仲争啲整跌大王添，我谂神妾都系要打消呢个念头啦。咁又唔好，难得美人咁有雅兴，不过望落呢度地方确系细咗少少嘅。请恕神妾直言，近日神妾。 喺外间听到一啲关于大王嘅传言，咩传言？大王偏心咯。偏心好正常啫，最紧要就系要偏心美人啊嘛。大王你冇嚟正经噶，弊在系话大王偏心东宫娘娘啊。简直一派胡言啦！寡人晚晚都喺西宫呢一边，一晚都冇去过东宫嗰边啊，点会偏心个丑妇呢？但系东宫嗰度确实系大过西宫好多啊嘛。 咁南面会招人话病噶。咁嘅美人，以往喺宫中咧就只有一位娘娘，如今多咗美人呢位西宫娘娘，咁临时临急就要将呢一度改建成为西宫，地方细咗少少就确系在所难免噶啦。呢一点神妾都明白，亦都从来冇介意，只不过神妾替大王不值。 唔想人哋话大王偏心啫嘛？美人你都讲得好有道理啊！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既然大家都系娘娘，冇理由要美人你咁屈就嘅。好，明日寡人呢，一于美人扩建西宫，美人呢中意上谷嘅，咁我就加建一座菊花台，好等寡人同美人一齐上谷，好唔好呢？多谢大王。两位大人请用茶。 谢东宫娘娘，芳香优雅飘逸之至，真系好耐都未饮过啲咁香嘅茶。啲茶叶系我哋从少儿山带嚟嘅，晏英你如果喜欢嘅话，得闲多啲嚟饮啦。有云神农尝百草，一遇七十而独，得茶而解之。若然唔系有呢啲鲜艳嘅付出，我等后人又岂可有如此享受？ 治水亦都系呢个道理，所以运河改道工程一定要经过深思熟虑，好等后人可以分享呢个成果。东宫娘娘所言甚是。我大师姐讲嘅说话几时都咁有道理噶啦，晏英下。咦，为何呢度就将上面提到原本用于运河改道工程嗰笔费用临时抽起咗嘅？两位大人唔系知道啲乜嘢系嘛？ 回东宫娘娘，依微臣所知，系大王临时决定扩建西宫，并且加建一座菊花台，所以唯有将运河改道嗰笔费用临时抽起。呢个菊花台有咩咁重要啊？仲要得过搞水利工程？太后为何今晚好似闷闷不乐咁嘅？唉，每逢十五，我哋都会一家人聚埋饮酒谈天，尤其是允儿。总喜欢吱吱喳喳咁问呢样问嗰样，都不知几热闹。但自从佢得咗怪病之后，就冇再出席，哀家有啲挂住佢咁啫。自从上次本宫陪允儿出宫散心之后，佢嘅病情似乎大有好转啊。太后不必过于忧心。听到无厌你咁讲。 哀家都安心好多。夫人啊，今晚咁高兴，不如出个主意，等大家可以尽兴咧。咁今晚可以话系人月两圆，咁不如我哋就行个酒令以增雅兴啊！唔知大王同埋太后意下如何咁呢？好，就由寡人出题先。嗱，大家听住，有水也是霜，无水也是霜。 去了霜，边水添雨，变成霜。好，大王嘅令题果然工整啊！
咁而家就等随机献丑啦。有木也是奇，无木也是奇，去了奇边木，添献变成稀。好，随机果然才智聪敏啊！大王你过奖啦。咁而家就轮到两位娘娘啦噃。我哋都要。美人唔使惊，嗱，你一边食住羊肉，一边谂。有水也是羊，无水也是羊，去了羊尾巴，加脚变成姜。咩啊，大王？唔知背错咗。最后两句，哀家觉得迎春应该对去了羊边水，添雨变成墙会好啲咯。西宫娘娘，咁你对得唔好噃，咁就要罚饮一杯噶啦。饮饮，好。大家繼續，小鹿斟酒。罰兩杯。大王啊，臣妾飲咗好多杯啦，再飲嘅話呢，臣妾恐怕會醉啊。唔得，願賭服輸，呢個遊戲規則嚟噶嘛。既然西宮娘娘不勝酒力，咁呢杯酒就由大王代飲啦。好啦，寡人一於代美人受罰。哇，好嘢好嘢！既然今日咁高興，不如就用無厭講一個當年喺少兒山同師傅練武之時發生嘅一件怪事啦。好啊好啊，東宮娘娘快啲講嚟聽下。呢件事講起上嚟好詭異噶。當年無厭同師傅喺少兒山練武之時，突然間聽到啲好奇怪嘅聲音。咁無厭就同師傅跟住啲怪聲行下行下行下。点知就俾我哋见到，你哋见到啲咩啊？咪住！寡人要去一去茅厕。哦，咁啊，等大王去完无言再讲啦。诶，听到咁紧张，梗系要听埋落去噶啦嘛。大王啊，你等多一阵至去茅厕啦。系啊，等多阵啦。讲啦讲啦，快啲讲。诶，头先讲到去边度啊？我东宫娘娘，你刚才讲到你同师傅唔知见到啲咩嘛？系啊系啊，无厌同师傅听到啲怪声，行去睇，跟住就发现原来啲声音系风吹过树窿所发出嘅。唔得啦，寡人真系要去。就系呢个时候，更加得人惊嘅事情发生。究竟咩事咁得人惊啊？就系呢个时候，天上面突然间打雷啊！咣咣咣！嗰啲雷声真系好得人惊啊！个天成日都打雷噶啦，有几咁得人惊啊？你等寡人去完茅厕先讲唔得噶咩？系啊，但系臣妾依家讲定系阵间先讲，有咩分别啊？关键就系你讲埋啲无关重要嘅嘢，阻住寡人去做一啲更加重要嘅事情。你知唔知咩叫缓急轻重？原来大王都知道凡事都要分缓急轻重嘅。咁何解大王为咗喺西宫修建菊花台，要将防止水患嘅运河改道工程费用抽起呢？难道大王认为修建菊花台比起治水工程更加重要？大王系咪真系有咁嘅事啊？系就系，只不过咧，治水之道最紧要就系防患于未然。如果未能够在雨季来临之前将运河改道的话，只怕会后患无穷啊！臣妾恳请大王以百姓福祉为重，将把工程费用拨去运河改道之用。无厌此言都不无道理。大王，个菊花台唔起就唔起啦，你想点就点啦。寡人若唔去茅厕嘅话，恐怕寡人将会有惨事发生。小鹿，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想睇多啲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就快啲揿下下面呢个钟仔 subscribe 啦。